月牙泉是济南72名泉城中水位最高的泉，当趵突泉地下水位高于29米时才喷涌而出。自2022年7月中旬起，难得一见的月牙飞瀑胜景持续喷涌时间突破200天。近日，济南地下水位持续下降，月牙泉已近停喷溅。节目最后通过一段延时摄影带你看飞瀑之美。